日本叉叉锅专门店温野菜最近就同人气动画《天竺鼠车车》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期间限定的美食和精品，以文爆的姿态正式进驻餐厅门市。每款食物都有主题故事，这个海鲜宝藏锅原来是天竺鼠车车上山下海冒险之后找到的 No.1 宝藏，汤底鲜甜可口，入面有龙虾、鲍鱼、蚬、鸡滑和大量蔬菜，份量足料。另外，天竺鼠车车胜出比赛之后获得的骨胶原野菜宝石杯就非常之适合女士享用，食用前加入萝卜造型的骨胶原啫喱，可以补充能量滋润肌肤。而和牛盛盒里面就有宫崎黑毛和牛肩脊肉和美国和牛肩胛眼，同样肉质软嫩，两种和牛双重满足。饮品方面就有用天竺鼠车车最爱的闪电萝卜制成的金笋活乳酸特饮，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入口清新好醒神。最后还可以亲手 DIY 独一无二的天竺鼠车车雪糕，粉丝就一定要试下啦。推广期内凡惠顾任何食品和饮品，即可以加指定金额换领以下的礼品一份，款式全部都好实用，下次帮衬的时候就记得带埋佢哋翻屋企啦。请订阅我哋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揿埋个钟仔啊！